您是否想学国画？但由于画画工具多，不好买，不好带。您是否想过要参加一些培训，但又没时间，或者培训费用太贵？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套龙绘宝工具箱，方便您画国画、学国画。龙绘宝工具箱包括14种、21件国画工具，现在订购赠送国画技法大全，包括多位大师实战视频，可以满足从初学到专业大师的各种需求。套装外部采用中空吹塑工具箱，长47厘米，宽33厘米，厚11厘米。龙绘宝工具箱采用加厚型吹塑材料，实现所有工具定点定位存放，抗摔防水性能好，保证全部产品安全到达您的手上。人性化皮手设计，方便携带，内部包括全部毛笔十支。其中1、2、3号皮斗笔各一支，大中小白银各一支，花枝翘两支，小衣纹两支，基本可以满足各种情况下作画的要求。螺纹燕一个，青花小笔洗一个，笔帘一个，笔筒一个，墨汁一瓶，刻花振尺大码两片套，七座的笔架一个，书画毡调色板各一个，整套产品齐全，整体重量约 4.5 公斤，是国画爱好者的首选套装。随工具箱我们会赠送国画技法大全移动硬盘版教程一套，全套教程是目前内容覆盖面最全面、最丰富的国画教程。无论您是国画普通爱好者、初学者，还是培训教师，本套教程都是不可多得的提升必备教材。里面详细的为大家展现了各种国画的技艺技法，全套教材以视频为主，总时长超过5000分钟。分为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三大类，每一类中又各分为工笔和写意画两小类。无论您是才入门还是精通国画，这套龙绘宝一定可以让您享受国画带来的无穷乐趣。全国统一咨询订购热线400-025-0245，或加客服 QQ4694-7188，也可以编辑短信101加姓名加电话加地址发送至18201847188即可完成订购。六的颜色比较是深，所以你在这个六颜色的时候呢，你要留开这些亮部，哎，你在暗部呢把它蹭下去，暗部蹭才暗部衬，亮部呢留在照实，哎，怎样呢？也像你用笔呢，也像勾线一样，也要竖起来，哎，千万不能涂，哎，这样，这样，哎，也像那个叉一样的。也像用淡墨水擦一样，撑擦一样，这样。胆子大，这样。不要好像是小心翼翼，你只要胆大，把主要的弧线呢留开，然后就大的势味道出来，就是用清水呢，在这个地方啊。这朦朦胧胧的圆镜啊，用淡淡的流失清水里面带颜色的这个有一层那个空气的一些神志在里面西洋画叫空气透视，中国画呢就叫春软那么你站起来看一下啊，你眼睛里看一下，
喷一下他这个冲冲隆隆的整个气啊出来，出来以后呢，觉得这条白线好像有点不太舒服，那么你可以把它慢慢的带啊撑上几遍，憋成另外一回石头出来。所以你写生跟唱稿在实力的制作呢又不一样，写生呢就是些大自然的变化的一些精髓，你唱作的时候呢，你要唱作的思路，这个思路呢，你跟大自然有一点不同，不能怀现那个参照大自然的一些东西，大自然它只能给你一个启发，你在画面上你有你了。画面上就是有你的，所以在好的西方的一些指挥家，跟那个曲子，就是一种再创造，你指挥的好就是你的东西了，这个曲子不过是一个国家呀，那么这个大自然的东西也是一个国家，留给你要你去指挥啊，看你怎么指挥话，就是浓浓淡淡强弱。这种节奏啊，由你来做，你现在在做画的时候，你等于是一个指挥家一样，整个表现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感情的东西呢，由你来处理，其实呢，这个应该我们把它跟一下了，看看好像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跟了一些以后呢，有的地方还觉得薄。那么你干了以后呢，再称这么一接以后，有的地方一接呢就是厚了，有的地方就不要接，就让它薄好了，这样呢比较细腻，摔来这个多出来。那么这个人们我先颜色再扎一下，人们呢我喜欢放一点红的颜色，当然红不是太红啊，这样这个另外呢在蓝的颜色呢可以灰一点，再放一点亮的，一个小孩子呢，把它亮的颜色，三个人嘛，够了，就这样啊。中间这里还有一块石头，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呢，也有可以用的石榴，石榴呢在扎石上面呢。扎在那个扎石上面也是挺有味道的，这个石榴呢也不能单独用，应该在那个淡墨水上面，我这是那个花心上面，我这是扎石上面用，怎样的比较沉厚，比较稳得住。好，同学们你们看啊，我们已经干了啊，干了以后呢就开始揭墨，怎么叫揭墨呢，就是在干的上面啊，在主要的部分用墨一批一批的，一批一批的再加上去这个叫揭墨。揭墨呢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序。为什么难呢？因为你看有的画好以后好像什么怎么样子接下去呢，没办法做熟啊，所以呢揭墨的这个功夫呢是不是一般普通的功夫，所以呢你们要注意啊，在揭墨的地方呢应该接不应该接的地方就不要接啊，就是要把第一篇我们先在他们第一篇比较精彩的部分你不要去扎住它啊，有许多地方好像有摆臂啊什么地方把它接一下，那么有的地方不一定摆臂什么应该接，就是把它的强调一下主要的一些轮廓一些景点景物像比方说这个石头是主要的地方了中心的地方那把它强化一下，那么就要接我们用那个清水一夜清水浓墨这样接接的地接呢也是一种景物的补充。怎么叫景物呢？因为接着要需要东西什么东西呢这样叠就是说明这里面需要有什么树欧下些的东西这里的一种小树那么也要点出来叠是有东西的叠，不是好像回了那个一种形式这里需要匆匆用的
一些树啊，一些灌木啊。当然有的呢，有的地方呢是一些山石它凹进去的地方和深层呢，那么需要再称再擦不一定是叠，是擦擦跟称是不一样。擦有时候呢看不着笔错，称呢要有笔错啊，所谓笔错呢也就是要有钝有触那这个是称那么像这样的呢看不着笔错的这样呢就叫擦当然了，擦呢里面呢现在是看不出那个笔错，但是你这支笔呢也要竖起来竖起来以后呢你这里面呢也有一种节奏的，撑叉里面呢也看的是一种节奏其实这种节奏也是一种音符了一种音符呢就是音乐当中音符，笔触这个画上的音符呢它就是一种浓淡的一种笔画浓淡的笔画嘛相当于那个乐曲当中的一种音符了。接主要的轮廓不要扎住当然有的地方需要把它扎住一点也可以，那这里可以扎住一点扎住一点扎住一点也可以这里也可以接，中间部分也可以接一点这一部分要接一点所以这呢你要不能乱来要勾牵大局这呢不是接一次，有的甚至一次两次三次到七八次也可以接让它接得很厚厚的。当然了，有的呢接了以后呢相当好，一接一好一句话呢叫接墨如接得因为像一些接得一样，接得嘛当然一多一好多多一帅了但是有的不会接呢，他一接以后搞糟了，就给你搞僵了那就失败了。所以接墨不是一些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要多画有的呢你接近你失败了，失败了以后你要找原因，你这败在什么地方，哪一部分你给你怎么搞僵了，你找出原因以后下次就把它避免了那么这样呢你经验的积累一滴滴出来了。当然有的人他接的搞僵了，那么如果一个高手再去补上几笔把它拉回来把它救回来，这也有这种事情就是好像打仗一样，你这个败局了打了你把它宰败为胜，那这个要高手能达到这一点。当然一般呢这种文艺创作这个画画呢是一个人做的事情如果另外一个人在画一个人画另外一个人再去补着，这已经是不太地头了已经因为这个整个气息呢不调和了。如果要叫一个高手来接，其实已经变成那个高手的东西了这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这不过是一种尝试一种就是有这种情况能够宰败为胜。称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浓墨焦墨，也可以用淡墨，什么不是失败的好像这一定要焦墨或者是浓墨或者是干的也可以用湿的，看需要，因为这里是朦朦胧胧的眼睛，那么就用湿边
把它宣成朦朦胧胧的东西，就耗一片以后，趁这一片还没有干的时候，也可以占据铺，带的铺，这个铺就是趁它没有干的时候再加上带满，加上浓满，我在浓满加上带满，就是浓铺带，带铺浓，怎样的接也可以。所以接的方法是很多很多，看你的需要。你看这里需要一个朦朦胧胧的，那就称湿，这里要很清晰的，那么就要称它干，那么这幅画看起来呢，这一部分浓，那么这一部分呢也可以淡，不一定好像是静一定要浓，圆也淡，不是，你中国画就看节奏的需要，这种因为静也可以是这里有一片雾啊，一片蓝漆，那么你可以也可以淡。不一定进的一定要浓，你可以用干笔擦一下，擦了觉得有点模糊，擦感到模糊，那你可以蹭，蹭简笔的蹭，那么墨蹭好以后呢，也可以用的直落，溜的颜色，你拿花青啊，藤黄。用这六的颜色，再来辅衬一下，你颜色涂上去的时候呢，也像积墨一样，也要主要的，也要注意那个主要的轮廓，轮廓线你不能去破坏它，否则呢别人模糊一片了。水色，水上面的颜色呢也可以蹭上一点点啊，让这个水呢也厚了。这样啊，这样一来以后呢，整个气也出来了啊。行啊，我们整体看一下。好了啊，同学们，我们这一节呢就到这里为止啊，我们要再换一个地方去了。好，再会。流水是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和情怀，而所有的景象都能与之相对应的恐怕不多。贵州就是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喀斯特岩溶地貌发育成典型而奇特的自然景观，素有公园省之美誉。当你来到这块美丽的土地，每一动一步皆可形成一幅山水之佳构。此番著名画家吴鹏先生跋山涉水，把贵州省的几个著名风景区以中国传统绘画的鸟瞰式散点透视法做了精彩的描写，并把他的描写过程示范讲解给广大书画爱好者。